因为遗憾，我更珍惜和把握当下的每一个机会。杨佑宁。活着不一定要跟你最爱的那个人在一起，最爱的那个人远远的看着就好，放在心里就好。好，用力踩下去。哎，很好，不错，嘿，再来是往前，哎，不要怕痛才会成功哦，来，用力踩下去，哎，很好，我再来，好，继续哦，好，再继续哦，好，再用力踩，啊，很好。开始就不会失去，将就是痛苦的开始，苦了自己，苦了爱你的人。还说没有，回来谈谈也不告诉我，打你电话也不接，你是不想要我这个朋友了？我当然想啊，只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你。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，那就我来面对你啊。俊杰，我们的友情应该是任何考验都摧毁不了的，对吧？嗯，不管外人的脚会变成怎么样，我们的友情永远不会改变。不可能不会变的了。医生说，我再怎么努力去复健，我的脚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复原。在你面前，我再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变回以前的我。不过，我的脚是意外受伤的，所以我不希望你感到愧疚。嗯，我不愧疚，但是我每个月都会回来看你，我会陪你做复健，不管你怎么拒绝我，我都会这么做，直到你可以面对我为止。我一定会努力守护我们之间的友情的。你渴不渴？我今晚买喝的。好。等我。嗯。
喂。或许我受的这个伤，不全然是一件坏的事。少喝一点呐！你哦，心里面有什么难过、不愉快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在这边嘛，我会陪你呢。我妈有说，强求。只会苦了自己。阿信，我在强求，对不对？你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样很不像你呢。我凭什么认为我可以跟唐佳妮在一起？我又凭什么认为我跟她在一起之后不会伤害她呢？还有，我又凭什么认为我可以比汪俊杰给她给的更多？啊？你是不是跟俊杰聊什么？少喝一点呐，你。我是不是应该成全，一个真正能够给家里幸福的人？没有开始，就不会失去。没有开始，就不会失去。对。我妈说的这句话还挺有道理。你哦，我先上个厕所，你不要喝太多啊。没事，少喝一点点。方伟德，你来了。你终于肯打电话给我。怎么，跟我分手之后借酒浇愁啊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现在终于知道我好了吧？老板，哎，再来两瓶。好，马上来。还是你等我。哎，你来这里卖牛奶啊？哎，你们走了啦。哎呦，不要走了，他们叫了名字了，喝完再走嘛。就是嘛。嗯。你有事可以先走啊，伟德我来照顾。嗯，嗯，啊，你先。去了啊 ，OK 啊，不要喝那么多牛奶。啊，嗯 ，OK 啊 ，OK。哎，嗯，赶进度，我喝那么多，赶进度。爱不爱我？
方伟德，吃早餐喽！哎，你很变态，干嘛不穿衣服啊？对不起啊。你没有打扰我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喜欢谁，那是你的事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很多事，比如说，我妈快死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妈妈生老病死，谁也帮不上。方伟德，你妈妈的事我很遗憾，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，但你有必要对我这么说话吗？我只想关心你而已啊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收到了，好吗？你到底是怎么了嘛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为什么会带那个女生回来？哦，我认识你之前不就这样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懂我，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就是受约束啊，所以你本来就不应该预设立场，我们之间会变什么样的。哦，还有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之所以会变熟，也是因为我们刚认识不久，你就让我睡你床上，所以拜托。不要自作多情，好吗？我从来就不是自作多情的人。我以为我们是好朋友，不是？是，我们是好朋友。但好朋友有一条线，你超线了。唐佳，你根本是喜欢我，对吧 ？OK， 这是送给我们离别礼物，算很好的东西了啊！啊，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，我要搬家了。一个题目来了，你要知道这是总体策略还是事业策略还是功能性政策的问题啊。好，用力踩下去，好，慢脚嘛，抬起来，哎，很好，哎，不错，再来，好，你撑起来，哎，很好，再来，不错，哎，来，用力撑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伟德，
回头再。庆哥，庆哥，我可以问你，趴车小弟应该注意什么吗？我怎么会知道趴车小弟要注意什么？庆哥，庆哥，这是今天的小费。你很面熟、哦，我是不是在哪里看过你？哦、真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韦德。姓什么？我姓杨。哦，好，那我以后就叫你杨韦德。趴车小弟哦，要注意，其实很简单啦、啊、就是要小心车子，不要撞到车，也不要被车撞。这一个月和以往的每一个月一样，我们各自读书工作，各自过着忙碌又茫然的生活。这一个月没有范伟德。你妈的事情结束以后，然后回去上课哈。你那个工作老板会让你这样请假吗？我没有要回去了，我已经打电话跟房东说退租了。退租，退租学校那个功课怎么样？工作是辞掉啊，学校，反正研毕念不念没差了。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爸爸，怎么奇怪？你脑筋里面在想什么我都不知道。爸，我想先去当兵了。好了，先去当兵了。退伍以后，一切重新开始，找个好工作。退伍以后，我回来跟你一起做 OQ 了。你做什么 OQ 啊？如果你是那个料，我还送你去念大学干什么？这几年，你爸忙家里在外面打工，你妈也走了，医药费也不用你担心了，家里你不用烦恼，奥特曼店你也不用烦恼。最重要的是去当兵，好，要去当兵就去当。利用当兵的时候，想想看，将来要做什么。当浪漫来袭，爱出现就